伏火雷霆风，这是什么？二郎看这一页看了好久。我知道为何柳公说可笑了，手札上关于北地玄珠很多记载跟着伏火雷霆风相近，但实际这疯子并非炼制金石之丹，而是在炼丹的时候制服药师火毒的办法。申妃，申妃，二郎要做什么？二郎，秦娘，二郎叫我何事？帮我制备一个丹炉，按照这个方子上所写，备五分药材。你这是要做什么？炼丹。快去。是。像我阿爷一样开始炼丹了吗？二郎，二郎不可，二郎，我阿爷也是像这样，一开始先是在家中不停地翻阅典籍，然后在家中开始炼丹，后来就干脆甩下我们出去云游四海，再也不回来了。二郎也要像阿爷一样离开我们吗？阿爷跟我说他是为了让圣人安心才这样的，可是我觉得他对道术的痴迷也是真的。二郎也要像阿爷这般不理我们了吗？我不会的。服药求长生，反为药所误。我跟你阿爷不一样，我只是为了查清楚这手札上的丹方到底能炼出什么。可以跟你一起吗？